公元1796年，嘉庆元年正月初一，紫禁城见证了他建成以来第一次禅让仪式。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乾隆皇帝内心一定充满了成就感。他望着自己35岁的儿子，仿佛望见了半个多世纪前的自己。看起来，爱新觉罗家族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皇族都更好地解决了权力交接难题。公元1735年8月23日，清世宗雍正皇帝驾崩，爱新觉罗弘历继承了皇位，他就是乾隆帝。那一年乾隆帝25岁，为了避免康熙帝晚年的悲剧，雍正帝在即位之初就设立了秘密立储的制度，他亲书的密旨就藏在正大光明匾的后面。遗诏的原文是这么写的：宝亲王皇四子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皇考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遇长阁，即立弘历为皇太子，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乾代表天，代表阳，代表最高最强的力量，龙是向上升起的意思。和康熙帝、雍正帝的相对中庸和稳健相比，从年号上就可以看出，年轻的新皇帝心气儿更高，更有指点江山、舍我其谁的气概。中国历史上，地位的交接时刻，大多云谲波诡、明枪暗箭。甚至剑拔弩张，腥风血雨。但是弘历的继位过程光明正大，水到渠成，没有一丝波澜。乾隆皇帝继承的是令所有皇帝都羡慕的基业。经过康熙帝和雍正帝74年的治理，清王朝呈现出盛世气象。历史留给乾隆皇帝的任务就是继父祖之余烈，把大清推上盛世的最高点。他有这个能力，更有这个雄心。在乾隆皇帝收藏的历代名家书画中，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是乾隆帝最为着迷的作品之一。在这幅画的卷尾，乾隆皇帝曾题诗一首：江山千里望无垠，元气淋漓运已神，北宋愿成仙二本，三堂法从福多村，可卿当世王和诏，以压一堂君与臣。何不自私做仁者，二十条鼎做何人？
在诗中，乾隆帝质问宋徽宗，既然能够慧眼识得王希孟这样的天才少年，却为什么会把治理国家的重任错付给了蔡京这样的人呢？帝王的视角决定了乾隆帝的艺术评论，实际上是政治评论。不难看出，乾隆皇帝对于他所统治的国家，有着比历代君王更加清醒的认识。乾隆帝是一个诸事有恒、相当自律的人。他一生的生活起居就像他喜欢的钟表一样，滴答有序。紫禁城里的冬天，早晨6点钟，天还是漆黑一片。然而60年间，乾隆皇帝每天都按时或提前上朝，即便是生病的时候也从不间断。清代史学家赵翼以他亲身的感受记录了乾隆皇帝的勤政。皇上每天早上都在卯时出宫，从寝宫出来，每过一道门就放一声爆竹。我们在直房听到爆竹从远到近，就知道圣驾到了乾清宫。我们10多个人值班，5、6天轮一个早班，已经觉得很累了，皇上却天天如此。西垂用兵的时候，如果有军报到了，就是夜半时分也必然亲自揽阅，然后召军机大臣到面前指示机宜，动辄1000余言。我那时负责撰拟文件，从起草到拟旨进城，有时需要1、2个小时。皇上仍然披着衣服在那里等。这显然是一个勤政刻苦的明君形象。不得不说，乾隆皇帝啊，天资过人，身体素质超人。他在如此繁重的政务压力之下，还能够应对自如，还能六下江南，纵情于书法、绘画、诗词歌赋，还要骑马射箭。那如果换一个人，身体不如他，脑子不如他，效率不如他呢？用中国古代君主的标准去衡量，乾隆皇帝当然是明君。证据有很多。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是他懂得一个朴素的道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让老百姓活，王朝也只有死路一条。是唐代韩晃唯一的传世名作。自乾隆17年入藏大内之后，每次看到这幅画，乾隆皇帝都要深深地感慨稼穑的艰难、重农务本的重要。药因汶喘食民间，在五牛图的提拔中，
乾隆帝也一再表达了关心民生疾苦的意思。他登上皇位后的第一个重大决定，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免除拖欠多年的农业税。这在以农业税为主要财政收入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影响非常巨大的恤民政策。乾隆时期免税是最多的，圣旨制定永不加赋，到他的他要听他爷爷的，不加赋，正是这不加赋的政策，人口得到繁衍，生产力的发展是国家强盛的一个标志。京杭大运河杭州段今天依然是一条繁忙的水道，重建于康熙53年的拱宸桥至今仍以坚强的形象横跨在运河上。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拱宸桥的意思就是百姓拥戴实行德政的统治者。以京杭大运河为主题的博物馆就建在桥的东侧。大运河可以说是我们杭州的母亲河，我们整个杭州的发展和繁荣都离不开这个运河。在20世纪清朝末年的时候，它是什么模样呢？这个运河两岸有很多商贾往来，这个北清关呢，我们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当时它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今天的北兴关只剩下了遗址，坚实的柱础，生锈的铁索，货船驶过，一圈圈荡开的河水和一束束摇曳的柳枝，全然看不出明清时这里曾是商旅货船往来杭州的一个收税的关口——潮关。乾隆年间，浙江交付中央的应征银虽然没有江苏多，但从来没有超时拖欠过。为此，乾隆皇帝曾颁下一道谕旨，免去浙江30万两应征银，作为对浙江省缴纳赋税从未拖欠的褒奖。如今刻着这道谕旨的玉碑保留在杭州郊外的唐旗古镇。乾隆皇帝六下江南，3次到过唐旗，这个碑亭和碑应该是亲眼见过的。孟子说，广土重民，人丁兴旺不仅是帝王家的愿望，也是每个普通家族的期盼。在农耕时代，人口是最宝贵的资源。在乾隆皇帝统治的60年中，中国的人口增长了108%，占世界人口的比重达到了34.06%。熟读历史的乾隆皇帝知道，饥饿的农民是国家最危险的挑战者。在明代中后期就进入了中国的红薯和玉米，没能拯救大明王朝的饥荒，却在乾隆时期
成为3亿多大清子民的主粮。那时全国的耕地已经超过了10亿亩，在北方红薯种植得到大力推广，而川、楚、陕、皖、贵能省、燕山、曼谷皆种玉米。这时候的清帝国，国家财政储备达到了空前的高峰。康熙58年，库存银最高达到4900余万两；雍正年间，库存银最高达到6000多万两；乾隆朝的库存银几十年维持在7000万两以上，最高曾经达到8000万两。就中央财政的实力而言，康乾盛世成为中国农耕文明的历史巅峰。在中国历史上，秦汉雄风、盛唐气象、康乾盛世，真正发展到高峰的是康乾盛世。一个，它国土面积达到13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这是历史上空前没有的。第二个，人口达到3个亿，全世界9亿人口，中国占1/3。整个中国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在世界上都占领先地位。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时代繁荣与否的体现之一是瓷器。瓷器代表着灿烂的文明。清康雍乾时期，随着手工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制作技术不断进步，涌现出大量高超工艺水平的瓷器。在故宫博物院馆藏的186万件文物中，瓷器就有35万件左右，另外还有150多个重要窑口的3万多块瓷片标本，几乎占据了故宫文物的1/5。如今，故宫博物院武英殿的陶瓷馆，陈列着一组乾隆时期景德镇御窑瓷器。堪称瓷器工艺的巅峰之作。乾隆时期的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为乾隆皇帝创造了玩赏瓷器的大好机会。一天，他突发奇想，要做一件将各色釉、各类彩集于一身的瓷瓶。根据有关学者后来的计算，要完成这样一件瓷器，成功的几率约等于2/1000。这还是最完美的计算模型，实际上是远远达不到的。然而，这个大胆的设想并没有吓倒66岁的督陶官唐英。他派出得力干将前往歌窑、汝窑、钧窑、定窑、龙泉窑、湘湖窑等著名窑口采集碎片，反复进行试验研究，终于完成了这件人间奇迹。
这件各种釉彩大瓶也被称为瓷母，是故宫博物院最辉煌的瓷器作品之一。你们注意到没有，在这一件器物上它有15层的纹饰。我们说大地呀、是母亲，它是包含万物的。那么这件器物包含了主要的这些陶瓷的品种，所以人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瓷母。这里边你看这个青花、窑变、斗彩、粉青，还有仿官、仿乳、仿戈，这些都属于高温釉彩，要烧到1300度以上。严格说，那个松石绿釉是带点中温釉，然后其他那种洋彩，还有这种描金，这些呢都是属于这种低温釉彩，700-800度。所以说，他把各种高低温釉彩都集中在这一件器物上，把它烧出来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说，这件器物呢，集中体现了中国瓷器发展史上最高峰的时期——乾隆时期景德镇御窑的制作水平。紫禁城里的乾隆皇帝酷爱江南的瓷器，更醉心神往于江南的烟雨楼台。什么你都这一说，阿姨帮你买的鞋，我这么两里间。执政15年后，乾隆皇帝决定效仿祖父康熙帝南巡的故事，以巡查河宫、官民查吏、加恩士绅、赋税恩赏的名义，去巡视他早已魂牵梦萦的江南。这趟行程全程5800余里，历时112天。一路诗兴大发的乾隆皇帝写了520多首御制诗，《乾隆南巡图》是根据其中选出的12首，以御制诗意为图的原则，由苏州画师徐阳按照前后次序分12卷绘制而成。《乾隆南巡图》总长度154.17米。描绘了乾隆帝第一次下江南的情景，街巷密布，百叶兴隆，阡陌纵横，小物初开。御驾亲临的皇恩浩荡，百官贵营的全城惊动，庶民万幸的安居乐业。开店的、运货的、唱戏的、杂耍的、逛街的、砍柴回来的、出门下田的，这一幅幅画工精细的长卷如长镜头般一节节展开，视野里是朝廷的疆域、盛世的版图、百姓的田园。徐阳的丹青点染浓缩了盛清的黄金年代。皇帝在哪儿，国家的政治中心就在哪儿。皇帝住在京城，是京城政治中心。一到南方去南巡的时候，他实际上一边南巡一边处理政务，更主要的就是把南方的整个和中央政府的沟通连接起来，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的联系。这皇帝到外面去也拓宽治理国家的水平，他的文化上也拓宽他的视野啊。一代修史，盛世修书，这是中国数千年来绵延不断的文化传统。乾隆41年，公元1776年，
一座绿色的宫殿，在紫禁城一片金黄色的屋顶和朱红色门墙组成的吉祥色彩中拔地而起。爱江南的乾隆皇帝仿照宁波的天一阁，重建了紫禁城的图书馆文渊阁。与紫禁城的外墙多为红色的特点不同，文渊阁的墙是灰色的，它的廊柱和窗户是绿色的，黑色琉璃瓦顶，绿色琉璃瓦剪边，寓意是黑色主水，以水压火，能保藏书楼安全。它的建成与乾隆皇帝下旨编修整理的一部大型丛书有关。对于一位统治者来讲，修书是最能体现皇帝能力的工程。乾隆皇帝志在囊括中国有史以来所有的文化成果，编成一部宏伟的《四库全书》。此书耗时13年，内容几乎涵盖了古代中国所有的学术领域和学术成就。天文地理、人伦规范、文史哲学、自然艺术、经济政治、教育科举、农桑榆木、百工医药等无所不包。公元1776年，36300册《四库全书》被郑重地放入了文渊阁。16年后，乾隆皇帝下令为《四库全书》加抄的6个备份全部抄完。承德避暑山庄的文经阁就是奉旨收藏的7个藏书阁之一，也是现存《四库全书》最完整藏本的地方。看一个王朝它是不是盛世啊，除了这个军事和经济方面，最重要的是文化。永乐时候有《永乐大典》，乾隆时候有《四库全书》。幸运的是，在乾隆时代，他对这个我们的农耕文化呢分门别类的，他做了一次总结。没有这个总结的话，我们可能这个文明在面对一个新来的文明的冲击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很多东西保存不下来。在紫禁城里馆藏的帝王画像中，乾隆皇帝无疑是画像最多的一位皇帝。无论是朝服、戎装、休闲装、读书、弹琴、打猎、看风景，乾隆皇帝都不吝啬让人画下来。意大利画师郎世宁的那把油画刷，用迥异于丹青水墨的笔触，记录了清朝皇帝们希望留下来的历史瞬间。乾隆大阅图描绘的是乾隆皇帝在京郊南苑阅兵时的情景。画面上的乾隆皇帝戎装骏马，英姿勃发，一国之君的风光与自信显露无遗。画作细节处理得相当到位，盔甲上的龙纹、马鞍上的花色、云层的厚薄、箭矢的尾羽，全部细致入微，精致而生动。帽子上的金属寒光仿佛隔着画面都可以感受得到。在没有照相技术的时代，郎世宁为我们留下了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以及乾隆皇帝多位后妃的真实容颜。
我们发现乾隆皇帝的皮肤很白，鼻梁很高，鹰钩鼻是他脸上最突出的特征。他的身高不高，大概只有1.67米的样子。在乾隆朝，郎世宁不只是画家，还是建筑师。他年轻时在法国学过的西洋建筑知识派上了用场。乾隆皇帝命令他督造一座豪华的西洋花园。对于郎世宁来说，这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欧洲的建筑资料和另外两位宫廷画师王志成和蒋友仁对他的帮助很大。最让他烦恼的事儿来自于皇帝。乾隆帝对这个工程充满了热情，在很多细节上都有自己的主张。花园和喷泉的设计草图一改再改。竣工的那一天，几乎所有的皇室成员都来观看位于花园中央的西洋水法。12生肖兽首每隔2小时就依次轮流喷水。中午12点，12只动物一齐喷水。清宫档案里说，所有喷泉同时打开的时候，洪水般的声音几里之外都可以听得到。皇帝希望世界的精彩，不管是人间还是仙境，所有的美丽和奇迹都是他应该拥有的。如今在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的众多展品中，我们能看到紫禁城的帝王对世界的接纳。这里展出的绝大部分是故宫的外国文物藏品，欧洲的钟表、瓷器，日本的漆器，西方的药品。由此可见，当时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宫廷生活影响深远，广泛程度超乎想象。即便是西方先进的枪械技术，对于清代的皇帝们来说，也并不陌生。这把木琵琶鞘枪，枪腹木牌，上面写着“康熙年酷铸2等自来火，系昂里亚国枪”。昂里亚就是今天的英格兰。乾隆皇帝与西方的第一次面对面的交互，正是来自这个国家。公元1793年9月。经过近1年的航行，肩负特殊使命来为乾隆皇帝祝寿的英国使臣马加尔尼终于登陆中国。他带来的天体运行仪、地球仪、火枪、钟表，无不宣示着工业革命后的新成果。这是故宫博物院首次对外展示的一件文物，1793年马加尔尼进献给乾隆皇帝的礼物之一。马加尔尼一厢情愿地认为，没有什么比这些无坚不摧的新式武器
更能吸引中国皇帝的目光了。因为在西方的文化语境里，任何大道理都比不上一支毛瑟枪更有发言权。中国皇帝回赠的礼物意味深长，玉如意，既贵重又吉祥，与大清国的身份十分相当。送给英王乔治三世的是一柄上等和田白玉如意，送给马加尔尼和他的副手斯当东的是绿色的玉如意。双方的礼物枪和如意分别代表各自的文化立场，无意间进行了一场悄无声息的对话。乾隆皇帝赐予马加尔尼的礼物并没有让马加尔尼满足，他此行的使命很明确，希望大清国除了唯一的通商口岸广州，再开放几个通商口岸，并在北京设立洋行买卖货物，还要求划一个小岛归英国人使用，给予一定的免税等。免税和割地是乾隆皇帝拒绝马加尔尼的直接原因，也因为马加尔尼拒绝叩拜，这让乾隆帝很不高兴。乾隆皇帝写了一封致英国乔治国王的信，信中对英国朝贡的恭顺表示赞许，但所提出的要求全部拒绝。该信被称为英国外交史上最屈辱的信函之一。马加尔尼在日记中倾诉着出使失败的愤懑。中华帝国就像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如果说过去150年间依然能够航行，都是因为侥幸出了几位能干的船长，一旦碰到一个无能之辈掌舵，一切都将分崩离析，朝不保夕。即使不会马上沉没，也将会像残骸一样随波逐流，最终在海岸线上摔得粉碎。与乾隆帝南巡路上的盛世图景截然不同，马加尔尼在他的日记中描述的康乾盛世是另外一番破败的模样。显然不同的心态和视角决定了每个人眼中对盛世有着不同的心理投射，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乾隆皇帝所处的18世纪人类历史迎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这个时期西方资本主义走上了一个发展的高潮，整个世界资本主义是个先进的生产关系，它势不可挡，它要影响全世界，它也要影响中国。那中国呢，本身是个封建制，它怎么能够抵挡得住？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巅峰。历史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此时的乾隆皇帝已经老了，他做了紫禁城60年的主人，而紫禁城外的事情他交给了最为得意的军机大臣和珅，还有他后来的继任者。从1772年到1776年，花了5年时间，乾隆皇帝为自己建造了一处规正颐养的宫殿和花园。
精神矍铄的乾隆皇帝完全可以打破祖父康熙帝在位61年的记录，但他决心让祖父保住这个记录以示敬意。他希望在他在位60年的时候退休，住进这里。阅尽春秋的乾隆皇帝盼望自己的退隐之所可以全然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设计和装修，犹如天下，他全凭他个人的意志去打造。福旺阁是宁寿宫花园里最高大的建筑，依托于乾隆朝雄厚的财政基础和江南工匠的精湛技艺，福旺阁成为紫禁城内檐装修的集大成者。为彰显室内雍容华贵之气，福旺阁所用木材均为紫檀、楠木等名贵木材，并大规模地把珍贵的沉香木用于室内装修，这在紫禁城中尚属孤立。福旺阁的内檐装饰网罗了乾隆帝最珍爱的由全国顶级名匠所铸造的珍奇瑰宝。水到江南风景佳，倚天缩地在君怀。福旺阁集所有皇帝觉得美好华丽的东西于一身，展现了乾隆皇帝睥睨天下的皇家气派，一如这座阁楼的主人为他起的名字福旺，符合乾隆皇帝在位时的一切期望。乾隆皇帝统治之下的大清，它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人口最多、国力最盛的时期。沉浸在盛世中的乾隆皇帝视野里出现的，永远都是顺治皇帝奠定北京的豪情、康熙、雍正史诗般雄壮的伟业，以及他自己开疆拓土、靖边安民的文治武功。但他看不到的是他的继位者所接手的江山，帝国创造的盛世繁华与辉煌绚烂，在滚滚而来的时代大潮面前，已走向中国农耕社会最后的一抹夕阳。乾隆帝的物质遗产实实在在地留在了故宫博物院，让今天的我们能够有幸目睹到18世纪人类物质文明的绚丽光华。沧海桑田过后，宁寿宫的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它最初的样子。光线微微的颤动，透过窗格，仿佛是一只手拂去了时间的尘埃，也拂去了他曾经有过的快乐、哀伤。如今这一刻，才是真正的时光静好，岁月无惊。
苍穹为情难知天下一切，银河连清水，玄武成劫山色绵延，楼阁引来朱雀，白虎盘旋在云上林间，升龙腾空跃出海面，寒白玉虚作生梦无限。钟鼓四面，玄紫天地日月，双目之间自成一座宫殿，银河似水流年，凭一束光从北斗到太和殿，加亮丽再入新年，武林龙旋琉璃瓦当年的声，天下长。